个人掉到河里面了，爷爷可能也五六十岁了，两个小孩小呢，他掉下去之后，大爷更的就跳下湖去了，大爷把他救起来，然后回家了，旁边好多人帮他把小孩都抱起来，然后抱到家里把衣服换掉，人没事，没有哪个那个，都好好的。